那是机关政府机关团队奖的优等奖，首先呢是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恭喜获奖案件是松山车站综合大楼及立体停车场的大楼民间参与与营建的营运案，掌声恭喜。好，接下来是交通部观光局东北角暨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恭喜获奖案件是民间机构参与吴龙滨海旅馆区的新恭喜。好，接下来是新北市政府高滩地工程管理处，获奖的案件呢则是新北市大台北都会公园高滩地临时停车场营运移转案。好，我们请许部长来颁发政府奖优等奖的讲座。来，首先颁发的是交通部台湾铁路管理局局长呢陆杰森陆局长来亲自领奖。好，谢谢恭喜。再接下来请部长颁发的是交通部观光局东北角暨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领奖代表是陈美玲副处长，谢谢，恭喜。好，接下来是新北市政府高滩地工程管理处，领奖代表呢是我们的杨宗明杨处长，恭喜。好，我们也请部长跟三位得奖的代表一块拍个合照，同时要跟各位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他们三个人比较多，他们同样每一个单位都可以获得600,000的奖金，恭喜！谢谢。我们是不是有请我们大雄把我们的支票拿到了我们当中，好不好？一样让媒体朋友来做合影，谢谢。借由各位的掌声，我们是不是再一次恭喜在台上的所有助理团队？也谢谢部长亲自为我们来做颁奖。好，我们请领奖的单位代表可以回座休息一下，请部长，请徐部长再留步。我们接下来颁发的是政府机关团队奖嘉等奖，那么。